玩团其实真的是我一辈子的梦想，就是也希望就是可以站到是这就是世界级的舞台。对，那志荣家就我玩了这团以后呢，我真的就是非常认真的在经营这个乐团。对，那今天就也很高兴，我们也办了一场发片场内，都请到一些我很喜欢，我自己都很喜欢的乐团来跟我们一起表演这样子。我是吉他手，然后我叫林华强。我在暴食者里面是最主要是做创作部分，就是关于声音，就是音乐都是我负责。我的灵感都是从听歌来的，就是我听的蛮多了，就是比较偏老派的那种死亡金属啊、黑金属，然后那种 thrash metal、鞭笞啊都有听，然后新的我也会听，像 Gent 啊、Disco 啊都会听，然后我都会看哪些桥段是我自己喜欢的，然后我就会想办法把这些做一些融合这样。Hello， 我是芝浩，我在暴食者担任 Bass 手，同时以负责相关的网络行销，例如说粉丝团的经营，或是一些数位上要 PO 的东西，或是影片啊等等这方面的规划。再去突破的地方，当然是希望自己的音乐能被更多人看见了。那这是我们第一张 EP 嘛？那如果没有意外的话，可能明年你会开始计划录一张正式的专辑。那当然也是希望可以成为。当你别人问说，台湾的金属团有哪些，可以变成是前几个浮现的乐团，被人家想到的乐团之一，这样。嗨，我是 Ivan， 我在 Dark Riftis 里面担任吉他手。然后我也负责团里面的就是管钱方面的事务。我们通常会就是如果有意见的话都会讲，然后大家一起讨论，然后最后就是比如说有时候是表决，就是看大家觉得怎样比较好，就是大家大多数人觉得这样做比较好，那我们就会朝那个方向去做。欸，大家好，我是暴食者主唱，我叫拉哲。那平常我在乐团里面最主要负责就是统筹所有一切所有乐团对外事务都是我在负责处理。欸，其实我们这场发片场呢，其实办的时候其实这一路走下来就是一直都是风风雨雨啦。对，那像其实一开始的时候呢，像跟场地的话，我们也是协调很久才敲到就是5月23号这一天。对，那跟乐团还有跟其他很多乐团去做协调，就是大家可以尽量去敲出一个大家都可以的时间，对，然后尽量去邀请到我想要邀请的乐团，对。那其实在这过程当中，其实反反复复这样的一个时间之内，其实真的就是花了很蛮大一段心力去处理这样的一些问题。是暴食者的鼓手啊，然后名字叫何强，对，主要都是负责那个美术，就是乐团的美术的部分，然后还有就是有协助写词这样子，然后当然就是也是编曲一部分，就是也会编那个节奏之类的，对，主要是这样子。认识他们这么久，然后每个团员都很认真，而且每个团员都有他们很厉害的地方。然后我很荣幸今天有机会可以就是参与他们今天这一场的活动的工作人员。那我也希望就所有观众等一下就是大家就 stay tuned， 然后好好享受今天这一场就很快的一场演出。我觉得他们不管在对所有事情都有不同于台湾其他独立乐团。
他们相对的真的更认真，包含他们在专辑后面的延续效益，包含他们这次做专场他们的事前准备，然后跟我在沟通上面的一些小细节都做得非常的好，所以对他们觉得很敬佩。最想要感谢的就是第一个，当然就是我的父母，然后再来就是一路陪我这样走过来的女朋友，然后就是还有所有每个帮助过暴食者的人，对，就是可是因为这些人太多了，所以我没有把一次把它讲完，就这非常感谢你们。